来找伊，在伊三分的时求救伊。歹人就离开伊的路，不义的人就拐弯伊的念头。归向耶和华，伊要怜悯伊；归向咱的上帝，因为伊要骗行邪的。只是请咱起立，做伙来用《使徒信经》来作为咱的信仰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创造天地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命，咱的主，伊为圣神流胎，为十字架玛利亚出世，伊温柔了好人来受苦，变成个性命来做礼物。第三日对死啊中复活，上天，他这里全能的上帝大变，伊的力量来新化万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神。共同的道理，信道的成功，所以下面有这个话，永远的画面，阿门。咱永远听的，咱当心来祈祷。天堂的上帝，和平的灵魂，你是平安的源头，是救赎的恩望，欢迎敬虔谦卑的祈祷来求问你。和平的主上帝，感谢你将和平收束于这世间。求你将你的和平充满阮每一人的心。公义的主上帝，感谢你将公义收束这世间。求你将你的公义充满阮每一人的心。求你引导阮有智慧去面对，对死亡到永化，对虚假到真实，对绝望到希望。求你引导阮有勇气去面对，对惊吓到时刻，对万分到忍耐，对战争到和平。予平安真实充满阮的心内，充满一片土地。求你帮助阮，不但时时当心祈祷，常常同齐做工，来建造一个予全台湾的百姓得到和平公义的社会。伫教会有侪侪事工伫进行，恳求你十分祝福，凡事伫头前引导阮，帮助阮。阮知影阮的困难在于你，伊若予你的名做工的。你要予阮一个智慧，你要保障阮一切的欠费，你要正做阮随时的帮助，阮深深感谢你。阮也要为着身躯有病痛、心灵欠费平安的兄弟来向你恳求，求你用你的怜悯、慈爱宽恕因，用你的大关怀医治因，信心的毅力安慰因，予因有通赢过病痛，早日得到健康。阮当自尽来敬拜你，阮要对你寻求真理。求你转化阮的心，装备阮，无论伫啥物所在，拢会成做你更好的器物。恳求信心，一时充满伫阮中间，帮助阮明白你的真理，挖开你的开眼，来印证你的名，你印证人。我安尼恳求祈祷，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主名来祈求。
伊要用公义治理，伊要用信实公义，在农家里有会做会大，我生个囡仔会做会大，我囝甲婿会斗阵食，谢个囡仔做好食好公义，父母甲儿会做会食草，伊娘娘做会牛，真声婿会亲像有食草。食恁的囡仔会伫蛇的空口佚佗，伫我的姓刷的各所在，因为对上主的仁慈，袂破坏全地。